今天我们接着看八正道的第五条啊，正精进。进是进步啊，正则是不喜。现在这个社会，一般人不能说他不努力啊，他也是很努力，非常精进啊，可是他的方向目标错了，他是向名闻利养上精进，这个在佛法里不称为正精进。正跟邪从哪里辨别呢？最简单的一个原则，那就是带得去跟带不去的啊，能够带得去的这是正，带不去的这是邪。为什么说带不去的是邪？我们要在一些带不去的方面呢，要是坚固的执着、贪念、占有，会造成来生的苦难，这就叫邪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八正道这个正的定义，就是在正见正思啊，我们讲的正知正见，只要这两条正了，其余通通不正。这个两条要不正了，其余的想正也正不了啊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